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嚟到湾仔嘅麦加力哥街，咁嚟呢度做咩呢？就系嚟呢间 Helven 17嘅法国餐厅嘅小店。呢间餐厅嘅老板娘咧就退休啦，唔做啦，因为佢摆咗好多心机落去装饰呢间餐厅，古色古香，专程特登嚟拍低去留为纪念嘅。到佢右手边有好多旧嘅上年玩具，同埋有一块啲客人嚟过帮衬。而影咗相留念嘅纪念版啦，个酒吧上边就黐咗好多70年代至90年代嘅唱片封套。呢度就系门口嘅另外一边啦，个墙身顶有一个陈架仔，就放咗好多怀旧嘅物品啦。另外都挂咗好多好特别嘅画。对入边嘅收银上边缝墙啊，有啲怀旧嘅开关仔啦、吊钟啦，两个绿色嘅陈架仔放咗啲怀旧嘅物品啦。呢个就系收银处啦，仲有一本 Exercise 喺度添。预备上楼上啦，个楼梯底原来都好多装饰摆设噶喎。哇，呢个电话够晒有纪念价值。有支鸡毛扫插咗喺度。个楼梯都摆设得好靓，好啦，我哋行上去上面睇下先。左手边有一个大黑板，另外周边有好多林林种种嘅怀旧物品装饰。签翻个大名，陈道此一游。个夹同埋个可口可乐箱真系够晒历史，累积咗九年嘅天然蜡烛台，都几特别嘅钨丝灯。楼上亦都有一个吊钟，呢度就系楼上唯一窗门嘅位置。楼上呢个位搞 party 同埋聚会真系一流啊！呢间餐厅所有嘅装饰，每一样细节嘅物品，都系累积咗一段漫长嘅时间而成嘅。能够经营咗九年咁长，真系唔一件容易嘅事。更何况仅依五年，香港咁多大小事件发生，加上而家疫情，更加唔容易。龙姐姐 Edith 决定咗唔做。其实呢个决定，佢应该都抉择咗好耐。趁呢段时间唞下休息下啦。好啦，落翻去参观埋厨房先。哇，个厨房真系细到咧！呢条片拍低咗之后。可以俾大家隨時睇翻，可以留低過去咗美好嘅回憶。好啦，影埋個水吧先。呢部咖啡機終於都退役啦，唔知佢總共沖咗幾多杯咖啡呢？好啦，條片就嚟到呢度啦 ，Helven 再見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我是龙姐姐，我身体健康啦，系啦，加油啊！如果未订阅嘅，记得帮帮手 subscribe 同埋揿埋隔篱个钟钟啊！